OK， 来看一下、哦、Action。我认为台北市长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废掉松山机场。2015年桃园机场捷运通车以后，出国只要30分钟，双子星不要 delay， 火车站旁边就可以 check in。我如果是市长，不啰嗦，182公顷的土地，100%变成中央公园，这样台北的绿地会大幅增加，大安森林公园不再人挤人。你不妨看一看地图，现在的松山机场就在城市的正中央，就好像家里的客厅，却把它拿来当作车库停机车。花再多的钱做设计之都，都不可能好看。我认为台北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在这里悠游生活，未来这个机场一定要变成公园。请搜寻姚文智翻台北。